东东到底怎么样？我的心上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哎，不是老样子。哎，护生也够难的，又要搞业务，又要带孩子，顾得了这，顾不了那。哦，东东还是那么淘气。淘气着呢，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，为了这事儿啊，护生没少发脾气。哦，哎，祖新没跟你说？没有。 也许是还没来得及。哎，祖新呢？我怎么没看见他？祖新，别喊了，他没进门就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我正要问你呢。他是不是跟霍生有些什么不愉快？ 您多尽点心，我们这孩子他……我们老师固然责任重大，可单方面是不够的，还得依靠家长配合呀。李老师，我实在是太忙了。我知道您一定工作很紧张，可您多少也能理解点我们当老师的苦衷。您不应该大撒手，全靠给班主任了。李老师，我实在是没这个条件。 他妈妈又……这都不是理由。我们了解到你们夫妻离异，那就更应该注意，尽量减少对孩子的影响。坦白地说，汪东的学习成绩极差，迟到早退是常事儿，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，作业甚至也不能按时交，长此下去，你们会毁了孩子。 希望。
这次能引起你们的警惕，不要让孩子再滑坡了。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，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。 坐下去的，我累了。你要知道累的别犯错误。我问你，你是比别人笨的还是比别人傻？你说，简直不像话，把咱王家的脸全丢尽了。亏你想得出来呀，拿巧克力糖换作业抄，也不害臊。又不是我要跟他换的，是他自己管我要的。你没脑子。 为什么自己不做？我不会。不会？为什么上课不好好听讲？为什么不回来问我？问你，你就会说去去去，自个儿动脑筋去。你站好！瞧你那样，衣服不像衣服，鞋不像鞋的，你怎么变得跟土猴似的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你瞧，爸爸是有工作，是因为忙，忙的。 我也忙，我要看电视呢。你怎么学会顶嘴了？你还想干什么？你撒谎撒的还有理了？不，我没撒谎。闭嘴！去，把笤帚拿来。干嘛？拿来。 非要好好叫你叫你，我叫你永远记住，站好！胡生，你现话！爹，怎么打孩子？你问他吧，让他自己说，他干了什么好事情？东东，怎么了？跟爷爷说啊？是，我没做好功课，爸爸就把我打我。你还有脸哭呢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晚上不许你看电视，一分钟也不许看。 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做作业。胡生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东东，去，把这个给爷爷送到书房里去。啊，你看你这样还像个父亲吗？爸，您不能总护着他，这样他就完了。怎么会呢？孩子有缺点，你可以耐心说服教育吗？ 你倒先考虑一下，你这样你做个父亲称职不称职啊？我怎么了？我一天到晚又忙着看孩子，又得做饭，我还得忙着写论文。我，哦，这就是你打孩子的理由。我看孩子犯错误，你有一半的责任。爸，您不能这样，东东是归我管。我，好，你先考虑一下，有时间咱们再谈。 雅儿姐在吗？啊，她要的外文资料，我给她拿来了。志新，你就甭客气，爸爸让你来你就常来，也可以帮帮我嘛。你看，谁的工作不忙，可爸爸的脾气就这么倔，什么事情非要自己做。 哎，就是不同意请保姆。你看他的身体能顶得住吗？伯伯的身体可不能再出问题了。那请护生也帮帮忙嘛。他？啊，大家多分担一点儿，不就好得多吗？算了吧，他能把自己管好就不错了。你没看出来？
这离了婚以后就跟丢了魂似的，表面上是一头钻到了书堆里，可实际上他的心情一直没好转过来。是吗？来，志新，帮个忙。哎，我曾经也想跟他谈谈，是不是应该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？总不能就这么一个人过下去吧？你说呢？啊，我不是别的意思，主要是东东，你看他简直成了孤儿，平时不管，急了就骂一顿，哎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东东也真够可怜的。哎，祖心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为什么总不愿意上我们家来？是不是因为互生？即使你们两个不可能了，你也应该考虑自己个人的生活问题了。那你呢？你对今后的生活是怎么考虑的，雅茹姐？哼，鬼丫头，你倒是会倒打一耙啊！你不要跟我比，我啊早就抱定了独身的想法。独身？不过祖心，个人的经历不同，我虽然这样，可并不希望别人都像我。比如你吧。我？祖心，嗯，我问你，你心里还有呼声吗？芳啊，姥姥把你那朵小红花挂到墙上了啊。嗯，以后我还要再得一个，再得一个。再得一个？给谁呀？给东东啊。给东东？他自己不会得呀。他学习成绩太差，老师老批评他。是不是老得烧饼打鸡蛋呢？不是，老师说他太淘气。小芳啊，东东学习不好，你得多帮助他。他不敢把作业交给爸爸看，净得二分。姐，怎么了？东东这孩子怎么办呢？东东，东东怎么了？他太贪玩了，又没有人管，学习成绩特别差。哼，那怪谁？还不怪他们王家？他们王家哪个没文化呀？啊，连个小孩都管不了啊！对了，燕子。听妈说你上午去开什么社员大会，是什么社员大会啊？是我们诗社。对了，我们诗社重新命名了，名字还是我起的呢。你猜猜我给起个什么名字？姐可猜不出来。叫银杏社。银杏社？你们怎么想起来起这么个名字的？怎么，您觉得不好吗？同学们说了，名字起的呀，一要字美，写起来呢好看；二呢要音美，读起来爽口；三呢要意美，有一个好的意义在里面。银杏社三个字呢，又好听又好看又有诗意，您说呢？那倒是。本来嘛，能想起这个名字，也是受了您的启发，所以我们大伙决定请您做我们的特聘老师。请我？我谢谢同学们的对我的信任，可是我恐怕难以胜任吧。罗老师，您就别再谦虚了，你以前不也是个诗人吗？那是过去，现在你看看我这满头满脸满床满屋
哪一点点能和诗连在一起呢？啊！倒也是，谁会想到一个大作家会住在这么一个房子里啊？不过我觉得这倒是一种风格，充满了现代意识。您不觉得像梵高、毕加索的画吗？多有个性啊！我倒没察觉到。你这小家伙呀、啊，还真能寻开心。诗的美啊，并不在于华美漂亮，您说呢？那倒是。罗老师，您就别再推辞了，再推辞就扫我们大伙儿的兴了。那，让我考虑考虑吧。您答应了。哎呦，你这小燕子，我真拿你没办法。那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好，就算我能跟同学们一起学习吧。怎么，还不满意啊？不，罗老师，我一直想当您的面给您赔不是。您知道，我是真心实意，希望您和王雅茹能够。没想到让您为难了。嗨，不谈这些了。燕子，我也一直想当面对你和你的同学们表示我的谢意，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，特别是对你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哎，燕子，你们诗社什么时候活动？哎，明天是香山桃花节，咱们对花吟诗怎么样？哎，可以嘛。那好，你一定去。一定去。一半都苦在70年以上，本年树林不为罕见，本雌雄妇，雌树开花，雄妇授粉，方可结果。苦行私心不色，故称银杏苦入庸。罗老师。啊。这就是您写的银杏树吗？不，我是受其启发，才想起用它给我的树命名的。哇塞，你在这个树里描写的银杏树金灿灿的，是不是绿的呀？就是啊，这怎么是绿的呢？是的，这个银杏树啊，它发芽很晚，而且这个树叶的生长期是很短的啊，像这个季节吧，
它就是满树的翠绿，可是只要一入秋，它就是满树的金黄。你看啊，因为它这个树冠很大，所以呢，从老远的看过来啊，它总是那么个明亮。那它是像说明上写的那样吗？一棵树死了，另一棵树就不再结果了？是的，他们是相依为命，而且无论多少年，只要这两株树在一起，它总是不断的开花结果。我很喜欢银杏树，不光是因为它们粗壮、繁茂、艳丽、久长，而且还因为它饱含着诗意，给人以一种遐想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未来的诗人们啊！哎，画什么呢？我在画银杏树啊。哎，现在树叶还是绿的呢。我会按照卢老师讲的衣服，画出我喜欢的色调。凭想象？你不相信啊？待会儿我送给你。哎，卢老师，你来看这24页啊。画画我可是个外行啊。很好，东东，这次弹得很流畅，感觉也不错，不过还得下功夫啊，要注意每一个手指的动作，要加强它的力度感啊。今天总的来说，还是不错的，如果坚持下去一定会更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了。哦，下课喽，下课喽，下课喽。东东，小点声，忘了爷爷还在办公呢。那你给我干什么呀？那你说干什么呀？你的作业还没做的吧？我还有飞机模型呢，做一会儿就做完了。那好吧，肖阿姨和你一块儿做飞机模型，然后再一块儿做作业，好吗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那我爸爸不同意怎么办？我会给你解释的。那我去拿材料。好，我们一块儿去。我们一定做一个特棒的，好吗？好吧。东东，东东，干嘛？爸爸，作业做完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瞎跑什么？快坐下，做完了给我看看。那肖阿姨说让我玩会儿再去做的。小骡子好不好？哪那么多理由啊？胡生，是我让孩子这样做的。我知道，你不用为他开脱，他就是一点自觉性都没有。谁没有自觉性？闭嘴！你就老不痛快是不是？快坐下，快，快走，快去。胡生，祖兴说的对，孩子刚练完琴，让他玩会儿吧。啊，娘，姑姑都说了吧？是我管还是你们管？要是你们管，就全交给你们，我一天都不想管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就说话嘛，发那么大火干什么？要是发火能解决问题就好了，我一看一看我就心烦。胡生，我觉得你对东东的态度是应该耐心些。你不了解情况，我有我的工作方法，我最不愿意别人在后头干涉我。谁干涉你了？这不大家都想帮助你吗？说得轻巧，你们都是飞鸽牌的，说完了就走，可以不负责任。可我是永久牌的，我得永远背这个包袱。怎么能这么认识问题呢？这不是你的孩子吗？我早想通了，大不了把东东往刘伟芳那一放，每月的生活费由我来负担。你这么做考虑别人考虑爸爸了没有？爸爸？爸爸可以指责我，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？你连自己的生活问题都处理不好。说句不好听的吧，当初妈妈病重的时候，你能为了自己躲起来，还谈什么责任？胡生，你
心。王伯伯，燕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真怪。你说什么？谁怪？如果是真的，那他也太可怜了。燕子，你这一个人在那瞎叨叨什么呢？姐，你说罗刚他现在还爱不爱王雅茹？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呀？你就别问了，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。我怎么知道啊？大概是吧。天下竟有这么傻的男人，居然为一个王雅茹把自己搞得那么惨。哎，俗话不是说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吗？我就看不出王雅茹那点好，又冷又恶。那是你的感觉，兴许啊，人家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就不信，罗刚也真是的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傻，傻得可怜。我看你呀更傻，干点什么不好，一个人在那儿想那些不沾边的事儿。妈妈，哎，妈，我作业做完了，你给我签个字吧。方啊，最近作业做的都挺好的，还有啊，字写的越来越好了，还得这样努力啊。嗯，妈，明天就要考试了。是啊。李老师说学校要在我们班搞一次学习成绩抽查。是吗？那你都准备好了吗？用不用妈再帮你复习复习啊？不用。我自己知道怎么复习，这回啊，我还要争取考在前三名之内。好孩子，不过呀，小芳，考前几名也并没那么重要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关键是学习呀，要学扎实了。好孩子，歇会儿吧。哎，妈，我能练会儿打字机吗？行啊，来。芳，东东也跟你一块考试吗？啊。那他复习的怎么样了？他学习成绩不好。那你当姐姐的得多帮助他，你要是复习完了有空就帮弟弟复习复习好吗？好。哎，这样妈妈才放心。你看哈，妈妈那天跟你讲过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还以为是雅茹呢。来，请进。雅茹她来过了。哎呀，她要是能够像你那样经常来看看我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是你啊？一定是你。哎，我说小田啊，以后你要来帮助我的话也先打个招呼，别吓人一跳。哎，帮什么忙啊？今天我忘了锁门了。
你进来跟我打扫了屋子，还洗了衣服，真叫人不好意思。你自己也挺忙的嘛。说什么呢你？我倒真想来帮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到县里普及计划声乐都三个月了，这不今天才结束，我刚从家里收拾完啊，正想来帮帮你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真不是你？嗯，那会是谁？别跟我捉迷藏了，快说说，最近啊，跟雅茹有什么进展？进展？自从我的银杏树发表了以后，他始终不能原谅我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他总是回避着我。那你没找他再谈谈？多少次了，他根本就不见。也许是我在无意之中戳伤了他最隐痛的地方。你想，从前除了你，谁也不知道我和他之间曾经有过一个女儿。是啊，你不能怪他。雅茹当时盼望丹丹都快疯了，可孩子并不存在。老刚，你不觉得雅茹现在心里还爱着你吗？别说了，有爱也都变成恨了。我真希望自己能早日找到丹丹，也许只有这样，似乎我才能说得明白。这什么呀？什么？哦，有人给你留的条子。条子？银杏树下的诗人，我来了。抱歉，是你的门没锁，久等不见人回来，我就擅自决定改变一下你屋子里的风格，想吓你一跳。春天来了，该换换季了，当心传染病的流行。请原谅，未经允许就动了你的东西。不过，我觉得这样做你不会反对的。希望你回来以后能感到轻松和满意。我总觉得你心事重重，像个小老头。高兴一些好吗？春天里的小燕子。是他？有人在背后悄悄地喜欢你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，我们只是师生之间的友谊。你是不是在新的恋爱？刚才就在等他。你想哪儿去了？罗刚，我理解你，可你也想想，这十几年了，雅茹她并没有找别人呢。雅茹她的心没死，你应该对得起她，对得起这十几年。东东，上课了。东东啊，该练琴了。我不弹。为什么呀？哎，东东，你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东东，徐阿姨还为你准备了一个奖品，如果今天的课上得不错的话，这个奖品啊就奖给她了，喜欢吗？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今天考试成绩不好，你看，两次考试都给我三分，还有一分不及格。爸爸听了准备打我。不会的，东东，只要你诚实的跟爸爸说，爸爸不会责怪你的。邱阿姨啊，你能给我签个字吗？哎呀，这可不行啊，因为只有你爸爸签字才算数呢。那东东，你是个男孩子，是不是最勇敢了？邱阿姨相信你是有勇气改正缺点的。那我爸爸不信怎么办呀？会相信的呀。哦，你都不敢把缺点告诉爸爸，你怎么就知道爸爸相信还是不相信呢？我不信，上次你和我跟他吵起来，他一点都不像是我。
妈妈，那是同学撒谎，我告诉老师算叛徒吗？小芳，这样做对呀，这样啊是帮助同学进步。可东东说这就是叛徒。为什么？他的作业老不让家长签字，我要告诉老师，他就说我是叛徒。那是东东不对，你应该帮助他，让他找爸爸签字啊。他不敢，自学习成绩特差，怕爸爸生气打他。那就更应该好好做作业，成绩要是好了，爸爸不就不生气了吗？那你干嘛不去跟爸爸说呢？你要是说了，爸爸就不生气了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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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吵什么？还不快上学去！谁？请进。王伯伯。朱星，我转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间。快进来，王伯伯。哦，好。真没想到您能来。哦，怎么？你不肯到家里来住，还不让我来看看你啊？住了这么久了，您还是第一位客人呢。这儿倒还安静啊，可是还是不太方便吧？住惯了就好了，办公间宿舍，一举两得。您坐啊。哦。主席啊，嗯，是不是对伯伯有什么意见啊？回北京这么久了，却一直总不肯到家里来住。雅茹也一直在问这件事，是一个人住惯了。这护生也真是个粗心的人啊，可能对你关心的不够。不不不，护生和雅茹姐对我蛮好，是我觉得家里人多又都忙，我去了会添麻烦。您没有说心里的话，是不是护生和你的矛盾还没有解决？不。你在回避这个问题，感情上的事情可不能欺骗自己啊，那样不但苦别人，更要苦自己。我看胡生一直都还在期待着你。东东这孩子实在是淘气，他也的确是需要有个人管。我知道孩子非常喜欢你，如果你不忌讳的话，是不是考虑过能做孩子的妈妈？不，东东有妈妈是因为我，东东才失去了母爱。你也许就是因为我，东东才不能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天真快活，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是因为我，胡生的脾气才变得这么坏。我多么希望胡生能对孩子好一些，这样我的心也就能平静一点，我才能弥补我所犯下的不可改正的错误。你不愿做东东的妈妈？不，我不配。为什么？您就别问了。这么说，你不想和胡生结婚？
对不起，孩子，我一直在误解你。伯伯，您能原谅我吗？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照顾东东，行吗？护生，护生，东东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知道，你问爸爸去吧。爸爸还没回来呢，他今天晚上有个会。你要是着急，你就先吃。啊，回来了，准备吃饭吧啊。中午好，小芳。小芳，有事儿吗？您看看这个。学习成绩这么差，怎么让你给送来了？李老师让我问问您，这上面是谁的签名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东东自己签了名，让老师发现了，他不敢回家，我和班长就陪他回来了。那他人呢？在外面。护生，出来一下，东东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说吧，有小芳姐姐给你做证明。这就是你的学习成绩？你告诉我，谁签的名？你给我过来。我问你，谁签的名？说呀。东东让您签名，您没空。是吗，东东？我早上让你签名，你在睡觉就不理我。住嘴！就你这学习成绩，你好意思让我给你签名吗？不是，不是。让他滚，滚得远远的。快起来，我听着有人把你姐姐叫走了。什么？把我姐叫走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听着好像是说东东怎么怎么怎么。起来，快给我看看去。只是。
说。